台南市政府啦，为了要来推广我们的女性青农，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在这边的百方农场召开这一个记者会。那我们有邀请了我们各地区的青农，那女性青农，包括我们在地的这一个张祥宇，就是六甲的，他主要是火鹤蛙。然后我们有包括我们的北门的青农陈方平，他是要做那个丝木鱼的，还有包括我们做水果的这一个善化的青农等等，我们有七位青农，等一下会逐一给大家介绍。但是我们为了要让大家了解他们的对于在农业的付出以及未来的成果，所以我们会逐一未来会逐一帮他们去做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介绍了，当然就是我们在现场的一个张祥玉，这一个我们的女青农。那这个张祥玉她是本来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啦，在我们的一个台南诊所。那她回来呢，大概已经6年多了。那当时回来是因为她妈妈有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要照顾她，然后顺便来弄家里的这一个火鹤的产业。但是他回来之后，除了照顾妈妈的一个病之外，也加入了这一个农业，也从农。那目前的话，就是已经把我们整个火鹤的部分，除了以日本为主的一个外销产业之外，他也已经打开了美国、泰国以及我们通常都走那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澳洲的。那澳洲的火鹤花的目前呢，全国只有两位有得到他们的认证，那这两位呢都在我们的台南，那当然一位是在我们下营的哈，那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张祥玉。六甲百方农场。那我原本从事的行业是物理治疗师，然后在6年前的时候，就是因为家人生了一场病，然后我就辞职工作，然后回来就是照顾家人，然后也顺便就是帮忙家里面的产业。那我们农场主要是栽种火鹤花，那我们农场的栽种面积大概有2甲地，对，那就我们的品种的话，因为我们主要是外销到就是其他国家，就比如说日本、澳洲、中东、泰国这些国家，那我们的品种就比较多。我们农场现在正在产出的品种有12到13种这样子。我以前都是单纯的就是栽种，然后再来就是给贸易商，然后做外销这样子。那现在的话，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成立就是脸书的粉丝专页，然后还有 IG 的就是账号这样子，然后去做一个网络行销。那近年这2年以来，我们都有在跑一些市集，就是增加国内的一个曝光度。然后其实之前我们也会跟着就是火鹤花协会，就是做一些推广活动，然后都会到处去做一些布置活动啊，比如说像毕业典礼的场，然后一些婚礼啊，或者是推广活动，其实我们都有参与。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要透过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型的活动之后，才能去推广。
耶。好，台南青龙赞不赞？赞。